Hello， 我们刚到北京，然后刚刚从酒店出来，开始在这边吃火锅。本来想去吃葫芦娃，但是葫芦娃没有包厢，我们就吃了电台巷。电台巷在上海的话要排很久的队，然后我们发现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包厢，所以我们就来吃了，还挺好吃的。我们的 CEO Mr. 华纳亚先生上台。OK， 那说那个我们有一位很好的意见领袖啊，跟我们的这个 Live Beyond 的精神很搭。我们 Beyond 的，我们所有的平凡人开始做起，但是的话取得了成功，尤其是帮我们在一天之内卖断货的我们的产品。Is Austin。我们今天很高兴，然后我们通过 Mr. 华纳亚先生，我们颁给佳琪品牌特别贡献奖。但是这个礼物现在不能开，你想不想知道是什么？我想。但是你不能开。等佳琪下了舞台，稍稍打开，你在直播间里面开。等你们有货的时候，我来直播的时候开。所以我们保留一个玄机，我们某一天在佳琪的直播间会开这个礼物。我想简单的采访两句，佳琪的话在过去跟我们合作有快一年时间哈，是对，然后对我们品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是一个我自己会去花钱买的品牌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次认识伊思丁其实是它的防晒，从水防晒开始到第二代的抗老防晒，我一直都很喜欢用。谢谢佳琪。那今天的话，那跟我们互动了以后，有没有一些新的对于品牌的认知？我很想去深入了解伊思丁，因为现在粉丝们对伊思丁的了解只是在产品单个的片面的认识。我比较想要带领粉丝去认识深入的伊思丁，去了解伊思丁的一些很乐观、很积极的能量。那我也欢迎有一天佳琪有空的时候，不知道哪天你可以不用直播去巴塞罗那，或者我把你的直播间架到我们公司去。可以。好，谢谢佳琪，谢谢佳琪，谢谢大家。